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バイズーンフィットネス、ブリングザジムホーム、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セーパ格、1年間の保証障害サービス。はい、じゃあ上倒しな。OK な、五零八。啊，这么简单，不是啊？哎，你看它这个其实一片薄薄的而已，看。有啊，中国呀。哎，你这点会煮好吗？有啊，有啊。哎，所以你看它来连电灯泡都有，所以这个插头直接拔掉就这个，这个也有了，有啊，连这个电圈都有。对啊，这个不会漏水。啊，这个就这样，哎，有没有？拔起来，拔起来就好了。嗯。啊，这样直接插就好。插头要插下去。啊，从下面插比较好插。对啊，插了那样。这个就是维修孔啊。哎，他在你手不能摸灯泡，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一点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手油脂啊，那你摸了以后，你会造成它表面的那个温度不平均啊，嗯，啪就裂开就爆掉。你不知道？哎，这我觉得99.9%的人应该都知道吧。哦，我就是那1%的，他应该蛮多人不知道了。啊，出来行不行嘛？尽量卖风。像换家里灯泡的时候也是一样。哎，那怎么转？那怎么转？对啊，怎么转啊？戴手套，哎呀，就戴白手套转。你再做一次，先跳完，有没有？啊，打哦，还要再加可以45度。哦，来，我试一下灯给你看。哦，哦，就给咩？刹车。哦，有。刹车。哦，有哎。站。再继续练一下。其实一般的车都有维修孔，维修孔就是让你，比如说灯泡烧掉都可以换了。那接着一定要借康的话，有啊，那个洞是这样子挖的。哦，就是预留这样，留来把插了，尿而亏啊。哎，那之后要干嘛？等一下要干嘛？开始那个上隔音了。上隔音的。对啊，隔音就直接上了。啊，那一堆啊，箱子都烂了。困我顾虑的啥呀？疫情爆发前买到疫情爆发后，因为这个 Co Plus 我们要做隔音，对不对？都拆空了，上次有音响啊，哦对，然后隔音上去，好，我们就快点把它完工。这个是薄的羊毛毯，哎，有些地方如果说这个铺完以后怕螺丝上不去啊，卡榫卡不掉的，都要卡薄。没使用，没使用高的，这是高的，这高的哇，啊，你看出来有没有？啊，这很薄啊，你看这薄薄的。哦，这个最贵，哦，这贵到死无人。这个叫做自震垫，防止钣金震动。特别咧共鸣啊啥咧，震动啊又加一支啊，倒去了啊个压条。这个而且这个要买什么防火？它这个其实也是防火，它是不会助燃，它会燃烧，可是不会倒起来了的。五条修盖不会啊，这种就是防火的啊，这就是钣金震动会我那种砰隆砰隆砰隆隆那种共振声、共鸣声。好，所以它贴在上面以后，钣金的震动就不会有声音跑出来。好，啊就隔音。啊，我们本来再来要做隔音的，没想到我们拆下以后发现。它原本其实就有做了，你说这个？对，它门板这边也有做，抑制钣金震动，有没有？它这里也有贴，有没有？这超薄啊！你看这超薄，你看我跟比一下，吼，你看这个薄，有没有？有没有薄？那你看我们的，有没有？那它这个流程就是一样，它现在已经有一些自震垫了，我们把它补齐一点，然后之后羊毛毯我们再剪一块一块，有没有？啊，可能干安尼有无？都要几叠坑安尼，你再把它弄完以后，我们就把它复原。好，门板也是，好不好？一台那么做好隔音，做好音响的 CC， 对不对？就搞定了。你看有没有发现它这个贴的真的很恶心？看它这他妈的垃圾柜，这个就是排水孔。这是车子相对的低点，它这是低点，有没有？对，这也是低点，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低点，有没有？所以你如果泡水车拆起来，下面这漏掉就啪，水就全部流下去了。所以这个要留着，不能贴掉。等一下我们顺便生锈的地方稍微再把它修补一下，不要那么恶心，这样不要让它再锈下去了。那啊，那边想用啥？自震垫哦，自震垫中耶，那很难剪，那要用剪的。好，开工。像规个大个路啊。哎，全部贴起来比较漂亮哦。好干，就啊，隔壁公司大家都这个大家，有没有？有没有像？啊，你剃我吗？我啊，你别剃了，我搞。干了，我被先单挂阿哥用，单挂阿哥用咧安怎啊？我啊，我无法讲做开炮诶。对，我先观察隔壁怎么弄。好像不是剃的到位了呀。啊，好啊。哇！哎呀，玩我啊！对啦，你做用的啊，你做算的。啊，我感觉袂歹算。
哎呦，水吧？哦，对对对，继续，先把大块用好，等一下补小块的、啊。高级车跟国产车的隔音器就差这样而已，隔音垫的多寡，好、哦，自振垫的多寡，羊毛毯的厚度，地毯的厚度，那个胶条坐的位置多不多，其实就这样而已。其实他这之前贴的，我觉得有一点不知所云，你知道吗？你看哦，他这边有贴，有没有？这边没贴，然后这边都没贴，有没有？嗯。啊，东一块西一块的，我不知道他贴什么。然后这个柱子有贴的。对啊，所以就觉得很奇怪啊。来，刚刚你拍一下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在贴这个啊，其实原厂就是原厂的这个，你知道吗？是。这就是自振垫。好，可是原厂也是一样啊，这边一块啊，你看这边也贴一小块而已。然后你看这边贴一小块，然后后筒中间盖一小块，有没有？其实原厂也是都贴的很少，所以原厂它贴的就是也是东一块西一块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加强嘛。啊，因为一定有用，它才会贴嘛。对啊，对不对？只是它贴的不够多，我们把它贴多一点。然后像这有时候贴就是要注意这种洞，这个孔洞都要留出来。这看起来就像是那个椅子的洞嘛，后站板的洞，这都要留起来。椅子的螺丝孔这都要留起来，要不然你这样贴死，等你复原的时候，没有一个东西找得到洞。以前在车行上班都是下班的时候默默的自己拆，要不然就礼拜天去公司自己慢慢拆，然后慢慢贴，慢慢拆，慢慢贴，弄一整天。啊，可你用当时用的、啊、下班啊？对啊，大家拢下班对吧？一个车拉裤才裤两个月就知道用外裤。啊，那都是趁下班的时候弄自己车，慢慢弄，慢慢弄，慢慢弄。我跟你讲。这就疗愈哎，你讲话这就疗愈哎，怎样？哎，没有，我帮你哦，这就疗愈哎，哦，这有够疗愈哎，然后你进来看，疗愈一下。对对对对，这就疗愈哎，阿哥这有变咱的梗啊，咱今仔用的啥较歹创的，就甲泰山讲，哎，这疗愈哎，你用话，哎呦，没办法哟，哎，天赋异禀呢哈，啊，如果听二禀都不会糊啊。最喜欢哦，我们以前坐二手车啊，我们自己买车回来，我们最喜欢把车拆空，因为车拆空你可以发现很多事情，知道很多缺陷，然后你可以帮他做很多事情，包含你看我们现在拆开发现这种生锈有没有？我们以前如果说我们自己车拆开发现这生锈，一定也会把它补漆嘛，那喷一喷，不要让它继续严重恶化下去就好了。哦啊，如果是要拿来当古董收藏的，可能就要烤漆比较那个一点。怎样？困扰你？像啊，无用啦。酷炫。什么炫？酷炫。炫下来再叫我啦。酷炫无效啦。啊不不不，啊！哎，在啊！哎呀，我也是。哎，不行不行，脏。不要碰，不要碰去。不要碰。有什么好事情要来？有啊，有很多车想。大黄蜂啊！今天没有开那一条。啊，我还以为真的是大黄蜂，我先去哎。拍谁啊？隔壁高丽啊！我先来看一下啊，什么好车？我第一次看到麦克风是挂在眼睛上。对啊，蛮酷的。怎么这么？不但跑一爽了。我懂啊。上个月跟你提，今天不提就我来啊。好，唔是安尼吗？总好集中他打起来，安尼是上好的。嗯。我自己是对隔音还好啦。没有人要求，那你要求是什么？马力也还好了，非常顺顺啊那样。你也跟他掐上差哇，你不要帮我躲下来。现在是哈，可是这车音响已经这么好了，然后你还要再隔音？其实没有，你隔音好，音响会更好啊。底哇变成你的车是硬的，放出来的声音会很赞。靠功夫诶，两个水，好来，出只电线。欸、我休息了，你翕一下好啊，足水的。这就跟坐天竺鼠车一样，就是国外喷的打起来那样。那这样我问你哦、喔，你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弄，你觉得有用吗？有吧，一定有吧。你觉得如果没用的话，我跟阿哥那么无聊吗？啊，刚才我就鬼播了，没用。
还是有可能的，一定有用，好不好？这个洗美做起来最有感。以前的 K 八有没有？他以前那黑的做的时候没有拍，那台做才紧绷，那连屋顶都做，天棚拆下来了。对啊。你看前车主也有做，他在这个塑胶接合摩擦的地方有没有？嗯，他就也是用泡棉把它做垫片垫起来，比较不会有塑胶摩擦。可是他这边有做，这边没做。你看，所以像这一种，如果我们真的要做的话，我就剪小块，比如说这样，不要让它有那种塑胶摩擦的那个啊，这样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就找到它那个。就是那个点有没有？就是刚好它共振会敲到的点啊，因为这没办法，这样这只比较长嘛。嗯。三。好，有没有？这样比较没，就没声音了。对。有没有？好啊，大力一点还是会啊，你看。可是，干，你蹬到那么大力，车也散了吧？好不好？你看，哇，你看，手用啊，那你看，哎呦，すごいね，おばちゃん。有啊，这没打，我看了染油染油啊，都拆开了没贴，看起来很奇怪啊。泰山，你会不会觉得说我裤子都脱了啊？结果现在忽然没网路了，啊，裤子都脱了怎么办？手机啊，看，大家听起来好像有遇过这种状况哦。所以欢迎状况牌主，哎，状况牌主手机。好吧，防水布。有没有？哎，线这样长买起来以后看起来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看起来有没有比较没有那么恶心的？好，二把它粘回去。啊，现在老水。用那个几？用什么？水力控。水力控哎。水力控会硬掉啊，这个不会硬啊，你摸。啊，这个有个好处就是易被搭了，所以你下次假设你要什么东西坏掉，你再撕比较好撕。啊，这水力控两边的点起啊，它尤其是后面下面啊，不是后面，主要水万一来这里，它会从这个洞流进去里面。嗯，对。看没有，这师傅，哦，我就跟他讲，我就帮忙师傅提的物件，是啦，嗯，可怜的啊，整个美容工作区剩三个在这边，病好难，结果我多几笔拢去啉沙士，恁这规定的办公室吹冷气啉沙士，夭寿啊！我甲科比警察无去掠食薰尔，哎呀，以前我让班长他抓抽烟，有没有？哇，抓到三个，第一个叫来，你转上面问，报告班长，白长寿，好像说白长寿一包25块，嗯，去旁边站25分钟。第二个来，你抽什么？报告班长，我抽7星的，哦，七星那时候一包40块，去旁边站40分钟，好，哦，啊，第三个就出来，阿弟转上面问，报告班长，我抽风，啊，旁边两个就笑了，哇，看到封的时候一包65，最贵的，就想啊，去那边站65分钟，哇，看好硬哦。金姐啊，哎，这是真实的故事，不是我编的。第三个出来，他真的他自己讲，他自己都笑了。我那我还会讲，包班长，我站65分钟。哎呦，没卖哦，对吧？假封的哦，行情没卖。我直接讲啊，哦，妈的，二十几年前抽风行情很好的啊。フィットネスブリングザジムホーム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低価格1年間の保証障害サービス。你觉得汽车美容难吗？不难，但会需要很细致。对啊，干，那就跟打扫家里一样，哪里脏把它擦干净而已啊。有些人会把椅子翻起来扫干净，有些人就不会啊。啊，有些人是连打扫都懒得打，扫拖卡了，他稍微跺卡了没有啊？对啊，有的拢用用的会卡的啊。看不到你好。那你会不会把眼睛戳瞎？戳瞎就好了。翻，有没有像背面？我们要翻过来擦。简单防锈一下哦。好，等它干就可以装回去了。好，我们先贴外观了。开箱我买的一大堆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买那些东西有没有用。弄几只青蛙呀？有啊，我看我买一只就。啊，这钓啊，钓啊，我买了一大堆钓啊。这是啥？
这个哦，阿哥我无记唔对，应该是轮毂，是吗？你看卖阿姐嘞，这哦无意外的话，应该嘛是轮毂。你是要低价的好啊，是要贵龙？无啊，当然是爱交办吧。你落来吗？直接处理啊。其实蛮好贴的，因为它刚好一半对对来对怎么的。哦，有，九条啊！感觉怎样？看完贴个轮毂就变 CC 了啦，我跟你讲。有没有做一台 CC 就是那么简单？防刮材质，包括被丁封印耶。哦，我没有告诉你做诶，今天无通要改，啊这边要用。哦，啊唔得清起来。对啊。好啊，不剪了吗？哦，老板说可以就可以了。哦，赛德海。哎，你看多帅。一百几百哦。怎样？你现在要干嘛？我试管啊。哇，这台什么都有了。都有啊。试管啊，现在吸那个做，有没有？完全没声音了。看一下，正不正？你看一下，你远一点看。哎呦。可以了哈。好，那我再说一下。我们这个是不会颜色的，它是排气管是这样下来的。颜色哦，你有被射过吗？有啊，摩托车最会射的。好了，耶、yeah。用上，我试管，哎呀，那我捡到，所以哈，差不多了，剩下一些收尾的工作做完就搞定了。你还要去试车啊？还要量分贝啊？对啊，试车量分贝，好不好？这样就搞定，大牌送去烤了，而且还有一些细节要弄，隔热纸、轮胎，嗯，看现在已经 Benz 质感完全不一样。门关起来的密闭性扎实，超扎实，哦，赞，扎实，好了，弄细节了。那问一下老板，那一般什么情况下会装这个东西？比如说装这个下去有两种功能、啊、就是它可以这个减震，然后防止触底，增加它那个弹簧的那个弹性。所以如果你没有想要改避震器加这个，也是它可以稍微增加一点点的稳定度啦，因为它弹簧压迫的时候，它会压到那个缓冲橡皮上面，由这个橡皮来吸收那个震动，在过弯的时候会比较稳一点点。这个就是花小钱啦、啊、可以获得那个比较平稳的功能，这样子，所以效果弄起来算是还评价还不错。
水当当，哇，全上了哈，嗯、啊，还差一样，什么？差你的新车主，就是你，对，不要怀疑，就是你了。耶、yeah, ！今天我们来比较哈，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Coblas 的这台车，我们做的隔音要比一下，做好跟这个新款的要来比。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啦，我内心有个词，你知道吗？只要隔音走起来，甚至跟它平手，我们就算赢了，因为它车子比较老了，这是比较新啊，不管是内装啊什么之类的哦，我们等一下比看看就知道了。好，泰山走，我们那去试一下，走。OK， 市区。红灯，完成啦、啊！这一次的比较厉害了，这次工单有四张，光阿呆打出来要打一个下午。弄了什么？大牌烤漆，下面做了这个黑色的烤漆跟定风翼，大灯抛光，然后全部把它改成混动红 CC。啊，里面还有装雾灯。哦，里面有装雾哦，对，这雾灯光没给你修过啊。你看，哎、欸，2020年弄到现在，伟哥还在的时候，然后再来看侧面，我们科皮贴的轮毂要延续嘛 ，CC 嘛，对啊，这样啊。轮毂，然后侧裙也把它防刮材质的烤漆，然后它原本就附这个仿 VNI 银老布 AC 的铝圈，好，我们把它喷成钢铁灰色，好，姐姐把它喷成银色的，对，防锈除锈一下，哦，这样比较好看。好，然后内装的部分就是这个我们那时候小七哥的那个主机嘛，哎，我后来才发现这台应该不是EO的。应该写在手字牌那边 ，CVT 六速手字牌，我记得没错的话，所以现在这看起来应该是四速的。它那时候内装有很多的缺件哦，还有一些像狗干刀啊，像被枪打到的那种，哇妈的都破开破裂了。我们还去找到这个沙漏厂的，是益油的不织布的这个门板，四个门板我记得都换掉了，然后里面的喇叭也都翻新了，还帮他加了高音喇叭、中低音喇叭。好，还有这是进化论的，这个也是双层的，还有那边下面的那个门板下缘两层，光起来下面的。无钢啊，哇哇哇！哎、欸，为什么各种蝙蝠侠脚踏垫这马上选配吗？选配 DC 蝙蝠侠脚踏垫，后面是益友的尾灯嘛？它来的时候是那种粉红色，很丑的，昏暗啊，写个尾灯嘛。好，我们也把它改回益友的。冷气机件那些就也全部都一并的都翻新了，大保养、水泵补、正时皮带那个都有影片，大家可以看。那这个整个整体起来，因为我们平常也很忙，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把一台车完成真的要拖很长的时间。观众朋友说我们囤片，不是我们囤片，是一步一步进度在做，真的很慢。好啦，以后我们加油继续做啦。好啦，喜欢影片记得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好，再见，频道也要用，拜拜，拜拜。啊，赔钱了，再赔一台，好不好？还是有人要给我赚钱的吗？应该有了。啊，算了，就这样了，就这样哈，流量多一点就好了，好不好？I need all the wins, yeah. Ain't no L's, I gotta get it, no call to quits, yeah. Gotta keep on moving no matter how hard it gets, yeah. Better move out the way cause I'm coming with harder hits. My head is as hard as a brick but I'm harder than all of this. You better move, you might get knocked out. One, two, three. 哇！好，刚科皮是消失嘛？来，我现在表演一下，扔球变藤条，你知道？好，没什么，一件羊毛毯，对不对？呼！我！我！哦！哦！哦！哎！好！啊！好！我的比科皮的好吧？バイズーンフィットネス、ブリングザジムホーム、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G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セーパ格、1年間の保証障害サービス。